那么佛出现在世界，每一个佛的教化区就是一个大千世界，这是最小的，有两三个大千世界，五六个大千世界，十几个大千世界都有。啊，那看佛的佛也有佛报大小不一样啊，啊，它原因在哪里？因地修行的心量不一样。 所以，感恩的果也不相同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那没有一样是不同的。啊，这就是度化众生的语言不相同。啊，所以学佛人要跟一切众生广界法缘。啊，将来你成佛呢，那度的语言就人就多了。啊，叫广借法缘。啊，这个很重要。 那么佛视线在不同的佛国度，这不都有缘吗？那不能说没有缘，都有缘。哎，这缘很复杂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了，能够稳当、简单、容易、快速的？ 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就是圆满成佛，啊，还原了吗？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用净土念佛的方法。所以善道讲啊，“我一说弥陀本愿海”啊，那这个心是什么？这心就是无量寿经。 啊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称之为净宗第一经呢、啊。净土宗真的是简单啊，所依据的经典就是五种。啊，尊当年讲的时候就三种，三部经，净土三经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啊，《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分量都不大。啊，三经如果。 是是白文啊，就是经文没注解的啊，合订起来薄薄的一本啊，分量很少，简单呢、啊，容易啊啊，而且成就非常殊胜。啊，这个是善道大师给我们的信息啊，我们要相信遇到这个法门。 这一生就是有机缘啊！你有这遇到这个机会了，你能够啊回归自信，你能够圆成佛道啊！你这个机会多难得，这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逢啊！我们的人生遇到佛法啊，又遇到佛法里头无比殊胜的法门。 啊，我们要珍惜这个机缘。啊，这个法门也称之为难行之法。啊，因为它的方法太简单了，太容易了，所以很多菩萨不相信。啊，从理上讲。 必须要忘尽，你才能还得了缘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。啊，那个忘是烦恼啊，啊，三大类的烦恼：无名烦恼、见思烦恼。 尘沙烦恼，啊，这三大类也，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，所以六道不是真的，啊，像一场梦一样啊。你在六道里没出去，在做梦，梦中没醒过来，啊，什么时候？ 你把见思烦恼放下了，见思烦恼就是《华严经》讲的执着，啊，于是处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啊，见思烦恼放下，你就证阿罗汉苦了，啊，阿罗汉就醒过来了，啊，从六道这个大梦醒过来就是阿罗汉了，啊，六道没有。 啊、六道没有了，醒过来还在梦中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还有分别，你还有妄想。啊，这还是烦恼，比见识烦恼轻一点。啊，还是有。 如果把分别也放下了，啊，不再分别了，不但不分别了，妄想也放下了。妄想是什么呢？我常常讲叫起心动念。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当然起心动念都没有了。 那分别执着当然就没有了，这里就真醒过来了。啊，这一醒过来呢，这四圣法界没有了，就十法界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里包括六道，下面是六道，上面是四圣。这四圣就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就佛也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。 啊，这放下之后，死生法界不见了，梦境呢、啊？你真的醒过来了。啊，这时醒过来还有境界相，还有相。啊，这个相是什么呢？我们通常称它做一真法界。 啊，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。啊，我们讲极乐世界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华藏世界，那都是如来的十宝图。说如来的十宝图，诸位要记住，就是自己的十宝图、嗯，自他波尔，啊，他是诸佛如来。 真的是不好啊！所以，这这些年来也是我们极力在提倡的啊。这个佛寺、啊、用经宗里面的三十些年，啊，中风禅师编著的。 啊，禅宗的大德了，啊，你看看编的这个信念的一规，完全用净土。 名扬两利也啊，他老人家讲的很清楚：自信弥陀。唯心净土啊。迷途在哪里？弥陀是自信的。净土也是自信的。 啊，心跟性是一，不是二啊！你要真的明白了，你就晓得诸佛如来跟一切众生、跟我们自己关系是多么的密切。讲关系，这就是有能力，能力讲关系啊！啊，那这个。 大乘经教里面讲的关系，那讲透了，讲到究竟圆满了，啊，变法界虚空界，啊，上面是诸佛，下面是众生，跟自己是一体，不是一家了，一体呀、啊，你是你是讲到这种关系，啊，所以那个爱心叫无缘大慈。 啊，慈生爱心，啊，关爱无缘每一条件呢？啊，同体大悲，悲是怜悯，啊，怜悯一切迷失自信的众生。要知道，他跟我们是一体，不是外人。 啊，同体无缘，没条件的去帮助他。啊，所以人间有真爱呀，真爱说，佛菩萨的爱，就是大慈大悲，真的。啊，觉悟的人有。 迷失自信的人，不是没有的，他迷了，迷了他变质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爱，啊，佛在经上讲有爱缘慈，啊，像现在这个世间，父母对子女的爱叫爱缘，啊，他有慈悲，慈悲是，他有血缘有骨肉关系，从这个关系。 啊，有众生缘慈悲，啊，心量大一点，爱自己也能爱别人，啊，《弟子规》里头，凡是人皆需爱，那是众生缘的慈悲。那菩萨，菩萨有法缘慈悲，又高一层。他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真正到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了。 那就是佛的慈悲了，那没有条件了啊，那才叫真爱。其他的是有条件，这没有条件了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学佛找到佛了，才找到真正的亲人呐、啊。我们像小孩呀、啊，迷失了方向啊。啊 我们真正把父母找到了，啊，关心我们的、爱我们的人找到了，啊，这个人就是祝福法身、菩萨，啊，他们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破迷开悟、回归自性，啊，那这就功德圆满了。 啊，所以众生跟佛，所不同的就是迷雾，除迷雾之外呀，没有一样不同啊！啊，这次大成教的，越多你就越清楚，越明白。啊，念到最后呢，你就豁然清楚了，原来就在当下。 就在此时此处。